哭一下。哭？别问为什么，哭。我哭不出来。你呢？只要一哭，我就会心疼。哎，你若哭得厉害的话，我还会晕过去。来人！他犯病了。他就是看你心地善良，在那装可怜，让你离不开。真的吗？嗯。沈娘子，真的是你吗？你何时入了房中？梦中之人，似乎就是现实中的某人。你这张嘴脸，我记清楚了。陆医师，结果如何？秋后出战。我爹爹的宫图绝对不会有误，我们验证过的，我子夫也验证过了。有人能够指挥得动肃宁伯，又在你我眼皮子底下调换宫图，这人不简单。沈娘子万万不可！不要！你觉得真儿他能活着回来是吗？那是我的至亲啊。